什么呢？配出正是飞龙半个脸呐！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形。攻击懂你，战斗机懂你，你比一总一点儿不得好。王哥，王哥，你不能去，我必须去。王哥，你真的不能去，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。王菲菲，干啥呀？你个做饭的大厨子，你给领导提意见，你怎么这么狂躁呢？什么叫我狂躁啊？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，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。狂躁，太狂躁。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？啥呀？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，对不对？对。狂躁，太狂躁，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。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，等卡那儿了，咋整？你这人呐，你就是想的太多。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。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。嗯，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。行，你说。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啊，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，累不累呀？我说，累呀，开了他。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？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，第二个老板又问我，累不累呀？我说，不累，开了他。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，肯定是偷懒来着呀。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，第三个老板又问我，累不累呀？我说，也累也不累，开了他。为啥呀？又累又不累，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着呀。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，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，我就不跟他说话了，我就冲着他笑，哈哈哈哈，开了他。为啥呀？傻子怎么能要啊？哎呀，你要是怕出事啊，我自己去，出了事跟你没关系。不是你这哆嗦啥呀？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？我咋的了？我们两个人是最好的朋友。嗯，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？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知道就行啊。如果你非要去的话，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。行，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，一定要察言观色。还察言观色？当然了，进去以后，领导会问你，你找谁呀？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。他说我就是，脸是绷着的。那肯定出事了。错，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，非常的率真。相反啊，如果他说你找谁呀？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，我们给领导提意见。他突然变脸。提意见，好啊好啊，欢迎欢迎啊。坏了，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。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？什么叫还会？领导套路深呐。接着啊，领导会马上说，等一等，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。坏了，这就要出事儿。如果他接着说，对了，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？毁喽，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。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，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。你们两个找谁啊？我们找新来的处长。我就是，进来吧。脸是绷着的，很率真，没问题。哦，你听着，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？先这样不说了，坐吧。哎，谢谢领导。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提意见。什么？我们给领导提意见。给领导提意见？对。好啊好啊，欢迎欢迎啊。完了，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。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？我要提的意见是、啊、等一下，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。坏了，哥要出事儿。对了，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？回来呀，要收拾咱俩了。怎么了？
提个意见嘛，至于吓成这样吗？坐下。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，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，来喝点水。谢谢领导。别紧张。不紧张。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。我跟你说，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，真的。你别紧张，你老磕什么牙？谁磕牙了？是你，还是太紧张了？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？报告处长，我管仓库。哦，我在食堂干大厨。好好，喝水，喝水。谢谢处长，谢谢处长。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累不累呀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就那个处长，我呛了一下，我呛了一下，喝口水压一压。哎，谢谢处长。最近总加班，累不累呀？他这什么毛病啊？处长啊，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，听见这仨字啊，他条件反射呀。哦，那我就不提累不不提了，不提了，咱们提意见好吗？好。啊，你们两个谁先提？我先提。不，你先提。说吧，要提什么意见？领导套路深呐，还是太紧张了，放松。哎，那个不行，要不然你坐下提。不用不用，那个我坐不住。对，处长你坐不住，对，坐不住。我怎么坐不住了？您看。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，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。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，这样下去怎么行？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，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。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，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？还有吗？还有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？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，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。还有别的意见吗？还有就是您不稳重，当然了，您才二十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。等一下，我不是二十出头，过了年我就四十了。您多大？四十。别闹，这怎么还翻倍了呢？哎呀我的妈，我们处长四十，你们是不是不信？不信。好，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。狂躁，太狂躁。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，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，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？我平时不化妆，洗把脸就出门。哦，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。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，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？是。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三个字。是。说得不整齐，来，一二三。是。听你们的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怎么这么狂躁？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，你们就开了我，不符合程序。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。处长，我有意见要提。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，也可以不用提了。我要提的意见是，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。举例子，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，我，哎，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。你可以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演的像，你别弄这个事儿，你别。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了，别闹，演一个好不好？你弄死我了，你可什么？演一个。副处长，上。同志们好啊！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，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，领导给你们解决呀。副处长，哎呦，
哎呀，老王，是我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事跟我说啊。是副处长，天越来越冷了。哦，我们宿舍供暖不行啊。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。哎呀，我娘啊，都给我吵架了。哎呀，您给解决解决呗。必须解决呀，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。哎呀，我还有个会儿，再见。两个月以后，老汪啊，副处长，有什么困难说啊，给你解决呀。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，没有解决吗？没有。哟，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，天更冷了。哎呦，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。哎呦，我娘啊，都给我打起来了。哎呦，后来他就走了。哎呀，太遗憾了，这么年轻就走了，怎么走的？是冻的吗？你想哪儿去了？他回娘家了。哦，回娘家了。啊，回娘家好，娘家暖和呀。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我媳妇说后天回来。哎呀，我还有个会儿，再见。看看，哎，是不是脸好看，事儿难办？还有吗？有，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。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，会后咱们处理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、关于落实上级、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，会后我们食堂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、关于落实厂里、关于落实上级、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。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、关于落实处理、关于落实厂里、关于落实上级、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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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这个意见提得好。没完呢，厂里开完会，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；哎，处理开完会，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。食堂开完会，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；炊事班开完会，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。开饭了，同志们都等着急了。哎，炊事班了，都几点了，还出不出菜了？我说菜是出不来了，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的。还有吗？有，都在这纸上呢。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，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，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。我行啊。怎么不行啊？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、敢说实话、敢说真话的人。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、弄虚作假、不说实话、不说真话，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。好，部长，谢谢您。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，应该是我们谢谢你。处长，其实啊，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，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。你别这样。哎呀，你快点吧。你看，别这样。行了，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，你演的已经很好了。处长，我之所以演的好，都是领导培训的好。把你提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。我就不拿了吧，他拿了一张纸，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。那什么，我这个意见拿出来，级别你不好安排。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处长，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，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，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？你还是想太多了。是，听着，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、是好的，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。好，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，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。领导，你放心吧。那他算干啥的呀？这还用说吗？纪检委。你还纪检委？你就是个老百姓。老百姓咋的了？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。好了，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。干啥呀？我要实地解决问题。好，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，稳重一点啊。太好了。快乐吃糖，在涂料，梦想就变成
哎呀，怎么那么笨呢？你真是打扰我干嘛？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跳，跳，我又大步一点。集合。报数。一、二、三。除了几个过年回家的啊，咱们值班的都已经到齐了。咱们开心餐馆的口号：微笑、热情、开心。知道顾客的需求是什么？完美，开锅。大爷，吓我一跳。哎，大爷，您吃饭还是解手啊？我解手。哎，先在这边。我吃饭。哦，行嘞，那您先坐着啊，哎、我给您拿菜单。哦，您吃点什么？嗯，来这个，焦溜丸子。好嘞。再给我来。大爷，我们这儿丸子有一寸的、两寸的、三寸的、四寸的、五寸的，您要多大的？你们这是丸子还是蛋糕啊？怎么按寸卖呀、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呢是根据顾客的嘴型来定，这样呢吃着方便。我嘴小，一寸的就行。好嘞，再给我来一个。大爷，我们这丸子有九成熟、七成熟、五成熟、三成熟，还有全生的，您要哪一种？我点的是丸子，不是牛排，怎么还有全生的呀？全熟的。好嘞，大爷，我们这丸子有猪的、牛的、羊的，您要什么的？这你给我推荐一个吧。牛的吧，口感好。哦，那就牛的。公牛母牛。哎，这还能吃出来呢？它肉质不一样啊。啊，得，公的。好嘞，大爷。再给我宫保鸡丁。啊，大爷，宫保鸡丁我们这儿有巨辣的、微辣的、特辣的，还有一点都不辣的，你要哪一种？我说你贫不贫呢，闺女？不辣的。好嘞，再给我来一个。放花生米吗？哎，这宫保鸡丁不放花生米，那还叫宫保鸡丁吗？放。单数双数？哎，双数。那我给你写俩了 啊。这单数就一个是吗？大爷真会开玩笑。大爷，这样这宫保鸡丁您是要猪的、牛的还是羊的呀？闺女，我点的是宫保鸡丁，怎么还出来猪的、牛的、羊的了？鸡丁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那大爷，您还来点别的吗？我不来了。我再点啊，再点都该点初一的饺子了。饺子也不错呀，哎啊、你要猪的、牛的还是羊的呀？这孩子太实在了。我问问你啊，你们经理在不在？在啊。把你们经理叫出来。那我先跟你下单了啊！哎，去吧去吧去！经理，哎，有人找您。是啊。哎，哟，张大爷，小李在，大爷。哎，您说这大年三十的，您不在家吃饭，怎么跑我们这儿来了？啊，这不是今年过年吗？我那俩孩子又不回来了，你说现在？养个孩子就跟养个青蛙似的啊，说走就走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嗨，偶尔想起你来了啊，给你发个明信片。嗨，让你告诉你在哪儿呢。是是是，所以说啊，嗯，我这一个人在家呀，懒得做，上你这儿凑合吃一口就得了。哦，明白了，我呢去安排点事儿，马上过来陪您。得了啊，您忙您的。哎，好嘞好嘞，我跟你们说啊啊，看见没有，嗯，这位大爷。是咱楼上的邻居，两个孩子呀、啊，都没回来，一个呢在国外援建，一个呢在铁路工作，忙春运回不来，就剩老头孤苦伶仃一个人。哎呦，又是大年三十儿，可不吗？这样啊，我有个想法，嗯，今天咱们高高兴兴陪老爷子过个开心年，也算对得起咱们开心餐馆这招牌，怎么样？好。我赞同。你们帮我想想，咱用什么方法让老爷子高兴呢？哎，经理啊，要不咱这样。我同意。没问题。走你。走走。大爷。大爷。尖儿啊，您是来着了。我们开心餐馆有活动，
我搞活动。哎，搞活动。什么活动啊？我们今天建议您点一个全家福套餐。你那意思点个全家福年夜饭？哎，没错。这多少钱啊？不贵，388。哎，388？啊，这主要是我一个人我也吃不了啊。大爷，您听我说完。我们这个全家福年夜饭不光让您吃好的，您还能看我们精彩的节目。嗯，还有节目。哎，有节目。哦，最重要的一点啊，只要您不开心、不高兴、不满意，我们给您免单。还有这好事？对呀，只要我不满意就不要钱，我保证。太好了，这么着啊，只要我满意了，一分不少给。好，小杨，小艾。哎，上乐器。好嘞。说高高的山上一只羊，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。您满意吗？我满意什么呀？满意啊？不是你那好几百句呢？我那好几百句我还没学会呢。大爷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玩？您看着我，您看着我。您问我，你是企鹅吗？你是企鹅吗？我是企鹅呀。大爷，您再问我，你是大象吗？你是大象吗？我都告诉你我是企鹅了。大爷，您满意？您不满意？这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嗯，变个魔术吧，大爷。大爷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塑料袋。您连这个都知道啊？吹口气儿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大爷，嘴都干啥？对不住了，没吓到您吧？不是，我问问，你们这员工都体检过吗？大爷，招他的时候挺正常的呀。经理，我给大爷演一个吧。你能行吗？我行啊，兄弟，全靠你了啊！放心吧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把大爷弄满意了，大红包伺候。欧了。大爷，你往那边点，别伤着你。小心别伤着你。你们这儿的表演节目都这么大的杀伤力吗？不能。大爷，我的节目准备开始。开始吧。
大爷，不是，你看我们都这么努力的去表演了，您怎么还不开心，还不高兴啊？是不是因为我们演的不好啊？大爷，要不这顿饭，我们请客，免单。您开心了吗？我开心呐，跟你们免不免单没关系。来来来，孩子们，我跟你们说呀，其实啊，你们刚才表演的特别好，但是呢，我一看到你们几个，我就高兴不起来。为什么呀？啊，对呀，因为呀，我一看见你们几个呀，我都想起了我的孩子，跟你们一样，为了国家建设发展，常年在外，不能陪在父母身边尽孝，所以说，大爷呀，也要嘱咐你们几句，不管在外边多忙多累，都不能忘记，这家里边还有老人惦记着你们，还想着你们，盼着你们早点回去，跟他们吃个团圆饭。停！我想我妈了。你再想啊，别哭了，孩子。大爷，您要这么说呀，那我们就明白了。这样，咱们几个代表过年期间回不去家的孩子们，向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拜年了。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朋友们，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，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，我就不叫陶正。喂，婷婷，我想跟你说句话，我想说，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，再见。陶正啊，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。婷婷，不要走，婷婷，不要走，婷婷，不要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哇，你驾校这么多人呢，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？哎呀，哎呦，你们好呀，你们好。哎，老头头，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，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。二位找谁？找你，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？我是微笑魔怔逃犯。哎，我是微笑模范陶正。哦，教练好，我们是来学车的。哎呀，你这岁数来学车，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啊。学车图啥呀？给儿女消分啊？那是违规的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。开车很危险的。不会的呀，我家老头都讲了，只要手不抖，开车稳稳走，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。我一喊停停不要走，停停不要走，停停不要走，停停不要走。他也学会了呀。上车。好的呀。哎呀还是躺平汽车。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。蛮高级的呢。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？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。对，学车你坐前面了。哎呀好的呀好的呀。坐前面的。漂亮。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？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？叔叔你先到后边的，阿姨你先学好吗？老伴加油。好的呀。开车前呢，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。安全带系好以后呢，我们主要老伴呀，你安全带系好了吗？系好了呀。系好了。安全带系好以后老头头，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？
哦，记好了。安全带系好以后，我们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？啊，我检查一下。系牢了。安全带这个事情，我认为这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？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，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，不允许上下车。老头头呀，也不许说话。嘘，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？你这，哎呀，开车呀，其实很简单啊，记住个小口诀，听我的啊，一踩离合，二挂档，这个三松手刹，看前方。哦呦，讲得太快了呀！你嘴巴是高铁吗？一踩离合。哦哦，一个一个学啊，一。踩什么？离合，悲欢离合的悲欢。一踩悲欢。什么悲欢？你不会听他，你自己想。嗯，人有悲欢离合，离合，哎呦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现在你可以二了。二挂档。好复杂的呀。这怎么就复杂？一共就两步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踩离合，打火，挂档，加油！谢谢教练。我说加油。我会努力的耶。踩油门。刹车！我让你刹车，谁让你刹脸了？你喊什么？你把我老伴吓着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还微笑教练，微笑在哪呢？那脸拉了，跟个烤腰子似的。哎，生命安全大于天，我这是对阿姨负责。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。漂亮。要不你教得了呗？老伴来，啊，来下来下来。怎么了？回家咱不学了啊？不学，我早就不想教了，你还不学了？哎。哎呦，倔脾气又上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喏，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，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。我不，不去对吧？好的呀，那我们就回家分居。拿来，小样子，等等呢？哎，一鞠躬，教练对不起了。二鞠躬，教练我错了。三鞠躬，教练干啥呢？白发人送黑发人呐，这么点矛盾至于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教练，我们搞错了呀！啊，老头头，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。哎呀，一鞠躬，快上车！叔叔，这回你先学，哎，你到后边去。哎哎哎，呀，终于摸到车了。这怎么这么瘆得慌？你说，哎呦我的妈！上车同样啊，还是先系好安全带。点火，走，非常好，非常稳。哦，好帅耶，风驰电掣耶！怎么就风驰电掣了？这还不到五迈呢，我的。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？这不是吹捧，这是互相欣赏。哎，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，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。这不是爱呀，这是瞎呀。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？你说哦，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。我告诉你，爱情保鲜靠表白，爱他就要说出来。嗯，老伴儿，嗯，我一想你，我这心里就砰砰跳，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。还来气，刹车！你干什么呀？我们还没有抱够呢。我还没有活够呢。秀恩爱虐狗，我就忍了。这开车回头鸡穷拥抱，这是什么个局面？
这不是虐狗啊，这是杀狗啊！我不教了，我。哎呦，不，你爱教不教？啊，烤腰子。哎，老头子，哎呀，教练，我给你讲个事情，我家老头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，我刚才那个态度，哎呀，叔叔到底怎么了？哎，还有三个月，他就满70岁，不让学车了。为什么要大喘气？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？我真不教了。哎呦，小胖子生气了。哎呦，小胖子生，走了，老头都走了。老伴儿，哎，快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，彻底泡汤了。没关系的，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。对，我们去不了三亚，我们可以去三里屯。去不了松花江，我们可以吃松花蛋。去不了乌鲁木齐，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。啊，等一下，哎，孩子，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。不，阿姨，你咋知道的呢？婷婷，不要走哦，知道了呀。那个，我说烤腰子。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？哎，不瞒二老说呀，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，今天她就要出国了。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！拉倒，我不敢去，万一她不同意的话，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。哎呀，哎呦，算了，这事儿就掀过去了。我现在看明白了，现在呀，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，帮你们完成梦想，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的呀，好的呀。咋过不是一天呢？来，哎呀，听听音乐。换一换心情，好的呀。可是不是你老爸，这个音乐不行，再换一个，换一个。爱要怎么说出口？不是，你跟老爸，这个也不合适，再换一个。这位朋友你好，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？主持人你好，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，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。婷婷。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。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《朋友》，对吗？不，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。哇！那爱我不是两三天，我这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？哦呦，多清楚呀！哎呦，急死我了！你同他讲。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。哦呦，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？婷婷在向你表白呀。不是，他向我表白呀。哎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你赶紧去追他呀。我不行，我又穷又老又丑，我怕我配不上他。你再穷再老再丑，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？没有。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？你心里就没点数吗？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。你暗恋婷婷10年，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，不敢表白，后来坐船走了，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，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，她救了我，我留住了她。这一留就是40年。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，在我心里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。漂亮！
您这辈子可值了，我的李易峰叔叔。阿姨，那我现在该咋办呢？哦呦，爱情保鲜靠表白，爱他就要说出来。行。哎，说说。喂，婷婷，我想跟你说句话，我想说，我爱呀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快，拿来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那个婷婷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谁？我是陶正他爸爸。你啥时候定的？你这是？那个陶正的意思呢，就老伴儿，你说。哎哎，我怎么？婷婷呀，我是陶正的奶奶。哎，这样真实一点，真实一点啊！陶正想对你说，这话得自己讲的呀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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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不出口。陶正啊，他在墙上呢。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、疼你的。找呀，挂掉了。哎呀，别挂，别挂，婷婷，我爱你呀。你再说一遍。说呀，说呀。说呀，说说说。婷婷，我爱你。我终于说出来了。谢谢爸爸，哎，谢谢奶奶。你们二老讲的太对了，对吧？爱情保鲜靠表白，一起来，爱他就要说出来，漂亮。为什么呢？没准就只配露半个脸呢。打败你的不是天子。是无形。恭喜董宇再度喜头片，你比一总一点儿不值得好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其实过年啊，就俩字儿，回家。我可惨了，我是有家不敢回。我谈了个男朋友，我爸肯定不同意。您说今天过年我把他带回家，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，还有人要我吗？有。那位大哥啊，仗义大哥，一会儿我爸把我轰出来，我和我男朋友上你家住去。喂，亲爱的，你赶紧过来吧啊，咱找着下家了。嗯啊，哟，我们家安防盗门了。爸，哎呦，嚯，这门槛够高的。爸，爸比，爹爹，阿爸 ，father， 老头儿，给我出来！哎，你早这么说，我不就装了。想死你们了！哎呀，爸，您干嘛呢？我这不浇花呢吗？啊，爸，啊，一会儿咱家来个人。还来个人？什么人？我男朋友。啊？你交男朋友了？怎么了？我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你才多大呀？你才25就谈恋爱呀？那您25干嘛呢？我照顾你呀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大街上随便找一个。你们脾气秉性追求合吗？合，他巨蟹，我双鱼。你们海鲜市场认识的？我不管，反正他一会儿就过来。敢？哎，我昨儿挂着这小棉袄呢。干嘛呀？我搁里屋了。明天啊，那老相好到咱家来。啊！您交女朋友了？我不同意。您才多大呀？您才51就谈恋爱？您的脾气秉性追求合吗？合。我属鸡，他属猪，我们活禽市场认识的。什么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，要收藏在家里的小棉袄。
你给我拿出来。你自己拿去。这跟你说的。嗯。好，我自己去。反正连我兜里啊还3000块钱呢，我花着痛快。站住！还是我去吧。不要让那桶臭味儿玷污了您高尚的人格。这闺女真傻，那棉袄就没兜。哎呦，我说老板呐，这棉袄啊，我肯定给你收回来。说主板这么一打呀，我坚决不后退。我今天拿走小棉袄，是价格绝不贵。哎，我要不把他拿下，您就把我退。哎，您就把我，他挂了。你说这嘛破老板呢？没说完话的，呀，没挂呀。不是，老板呀，不是没说你呀，我是说呀，您永远把我退，我先挂了吧。就是这家。你干嘛去？我开门啊！开门也得我去啊！回去！不回！退下！诺！大过年的跑我们家抢闺女来，你以为你皇室人呐？你看我怎么斗地主！哎呦，拜拜！我都你哎呀，这个！哎呦！哎呦，这是好大一坨子小鲜肉哦！哎呀，没把脂肪摔出来吧？没有啊！哦，那就没有我什么责任了。拜拜！哎，我今儿个来呀，就是想娶您家这个休想！嗯，大过年的这么就见面了，俩胳膊拎俩空爪子就看我来了，你有诚意吗？有啊。没诚意，大过年我上你们家干嘛呀？我吃饱了撑的呀。拜拜，咱痛快点，能娶娶，不能娶拉倒。我后边还好几家等着我呢。你还娶了别人家了？多新鲜呀，货比三家呀，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呀。你就说吧，今儿个把他娶走，你要多少钱？你打算给多少钱呢？哎呦，我能少给你吗？为了代表我们对老年人的关爱，我给您30够意思吧？你脑子没进水吧？没有，让你进。拜拜呀！你刺我干嘛呀？哎呦，这拜拜呀，给您30就不少了，换了别人最多给您20啊，因为您家那个他不是新的，他是二手货，不是，他用过了。出去！哎呀，别刺了！怎么还刺呀？滚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进门我还干鲜呢，出了门成水货了呀！我。喂，啊，老乡好啊，啊，是我，不是明儿来吗？什么？现在就来？啊，好，哎，我在家等着啊。哎呦嘿，还真来了啊！叔叔，我这哎，你这，您应该先接我。你有医保。没有，啊，没事吧，小伙子？叔叔，这是我送给您的火锅，送给我的，里边有炭。哎呦，这小伙子想的太周到了，谢谢啊！哎，你坐呀，哦，坐。您也坐。好。
为什么坐在这里？这个地方接地气啦。叔叔，小伙子，在我们这儿，你叫我叔叔，我这那儿叫我呢。你要叫我叔叔，那是我们对耗子的尊称。我是南方人。南方什么地儿？您猜。哦，那哪猜得着 ？H 大头。H 大头。湖北，错。湖南，错。海南，错。那是什么地方啊？福建。那你们的省会是不是湖州？非常正确。哎呦，人家汉语拼音学的太声东击西了。叔叔，我今天来您都知道了吧？我听说了。我是想娶您家那个。娶吧，现在就娶走。现在就娶走？是啊，你打算举办个仪式啊？我跟你说，大过年的没工夫跟你瞎扯，要娶娶，不想娶拉倒，后边好几家等着我呢。您还答应了别人？是啊，货比三家呀，我不能一根树上吊死啊。你别犹豫，你犹豫把它捐了行不行？我捐给今天的大学生们，我给他们送温暖。别捐，别捐，我曾经就是大学生。坏了，早知我说捐给研究生多好啊。甭管你是谁，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？啊，你装什么傻？你给我多少钱？不懂啊？您打算要多少钱？你看你这双财迷的眼睛，我跟你说啊，给少了肯定不干，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说出来惊着你。30敢给吗？30？惊着了不是？我知道，这火锅得抵点儿。20。20？你别吓唬我好不好？那碳还要钱啊？行了行了行了，18你取走，18就取走。骗你是小狗。叔叔，你真是我重生父母啊！再走，我给你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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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，你给我洗脸来了，跑这儿。爸，我爱你。这住口！干嘛呢？你跑这拔火罐来了？跑这儿？什么拔火罐？干嘛呢？这是？您不都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什么了？他娶我呀！您说了，18就娶走。骗我！您是狗。爸，这是20，那两块别找了。您刚才都同意了，那我就跟他走了，啊！这就走了，走吧，走了你就别回来，爸，别叫爸。20多年啊，把你拉扯大，既当爹又当妈，捧着怕碎了，含着怕化了，天天抱在怀里。抱十多年没用，人抱一回就跟着走了。爸，您要是想我，可以来找我呀。我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，我上哪儿找你啊？我是去福州还是去湖州啊？爸爸去哪儿啊？爸，叔叔。叔叔，您能让我说句话吗？我有知道，他是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我把他娶走，您就变成了空巢老人。我还知道，我把他娶走，就没人陪您说话了。我更知道，我把他娶走，连您唯一的幸福都被我剥夺。但叔叔，请您相信我，你给我一份信任，我会还你一生幸福。
哦，为了以后跟你一起好好生活，我们按揭买了一套房子，就在您家楼下。您要是想我们，您就跺跺脚，我们马上会奔上来。还是我飞奔下去吧。千万别跺脚，刚铺的地板非常贵呀。孩子，这世界上啊，所有的父亲都是跟女儿最亲。这些年甭管谁，只要一提聘姑娘，我从心里就别扭，舍不得呀。其实刚才我这么闹，我就是想能再拖会儿，能拖一天是一天。现在看来，拖不过去了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个厚道人，做事儿呢还挺周全。重要的是你懂得孝敬，能找一个孝敬的女婿，是我多年的梦想。小伙子，今天叔叔就做主，把他最亲最爱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。爸，谢谢你，我的女儿，她就是你。你说这种嘛事儿啊，说主板这么一打呀，老板二次让我来，说不把棉袄拿回去他跟我姑的白呀。哎呀，拜拜呀，小心。哎呀，你把这门槛拆了行吗？你让我把门都换了。哎呀，拜拜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们老板让我把棉袄拿走啊。他干嘛非要这件小棉袄呢？因为他有兵团的情节呀。啊，他办了个博物馆，就想收藏当年的感觉呀。你们老板下乡也去过兵团？对呀。哎，你早说，赶紧拿过来。哎呀，加油。对。哎呀，你这拿走啊，送给你了，不要钱。白给呀。是啊。哎呀，这不占你便宜吗？拜拜，咱家还有棉裤吗？棉裤有，嗯，但金山银山都不换。您那嘛絮的那么贵呢？嘛絮的女婿。哎，啊，嗨，明白了。年年到齐，过年了，你别走了啊！咱们一起吃火锅。好，我去拌娘菜，我去买豆腐，我去和调尿，我去切羊肉。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，刷羊肉。为什么呢？打败你的不是天真，是无邪。公鸡懂，战斗懂，你比一总一撇过去的好。我就不拿了吧，他拿了一张纸，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。那什么，我这个意见拿出来，级别你不好安排。你们二老讲的太对了，对吧？爱情保鲜靠表白，一起来，爱他就要说出来，漂亮。咱们一起吃火锅。好，我去拌娘菜，我去买豆腐。我去和调尿，我去切羊肉。今天我们全家就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团团圆圆，刷羊肉。